这啥呀？哇，这个好厉害！没有，这开始了。哇哦！我已经跳了半小时了，这从头开始了。哦，没有，还没到。没有。妈，你咱妈做的感觉比你做的就要美感一点。他俩可有意思了，哟！对，妈妈比较柔美一点。我也柔美。哎，我没发吗？福袋，福袋我发了吧？我没发吗？发福袋了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哈，我也能。Catch you at the do do. Oh yeah. 哦，然后还叫铺盖呢。哦，得抬着脚后跟。这就是你练的那个动作。感觉你家真的捞钱挺拼的，我们要捞钱挺拼，我们就打 PK 了，老铁啊！我们要捞钱挺拼，我们天天晚上打 PK 了，真是要命！我们就是想给大家带来福利才带货的，没事，他也没点关注，反正应该是某个黑粉举报没成功，就开始言语攻击了。嗯，我不想打 PK， 打 PK 还要再说一些我不太会说的话。好的，不理他，不理他。And in LA, we have a saying that if you don't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immunity, you can't be friends with Aurora.九岁的蝴蝶，这个歌不太适合咱们直播间吧？我这动作不好练。好搞笑！嘿，吼，哈，吼。我暂时不想出现在这个直播间。大家可以跟着他俩一块做。他不愣蛾子。妈，你靠那边点，我挡着你了。对，哎，完事儿了。啊？完事儿了。累了，歇一会儿。妈占据 C 位了。
咋了宝贝？其实整个人咱妈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不要切我的歌了，你断你的蓝牙吧。怕了，这才刚练了半小时，就是说咱们待会儿还有一个20分钟的冲刺，是吗？那我跟你们一块冲刺吧。那就先去喝口水吧。某站上有几个减脂达人，跳的都比较好。大概有5个人，你就搜一下减脂达人，你找粉丝超过300万的，你随便选一个跟着他们跳都有。短裤真的妥妥 OK， 很好穿，然后女士的也有牛油果裤啊，还有那个自发热的裤子都有。我们午饭可能要吃的晚一点，我看了没有我老公的吗？不应该吧，云哥姐。妈妈，帮我拿一下那个手机。耶，谢谢。心里好帅啊。姐妈，姐他们到了，在楼下玩呢，看见了吗？在那边吧，可能是。其实说话得凉点。那我们家里是地暖。啊，我们家是地暖。Champion problem。26号链接，我看26号是什么？哦，蜂花的护发素很好用的，而且它是真的是物美价廉，蜂花也是老品牌了。我的信息 fucking the hand they say。家里有一个黑胶唱片机，再加一个音箱，真的绝绝子，老铁，绝绝子，真的很绝绝子。这款包包就是这样的，就这样的，23号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拍，就这样。I didn't have it in my seat to go with grace.
那个不会是罩着我的吧？没有啊。咱每天这样练上半小时，就不用去健身房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都练一个小时嘞，有时候练四十分钟。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蛋黄酥它现在是9.9米一盒，大家如果喜欢吃蛋黄酥也可以拍这个，这个是福利款，9.9米一盒，这个蛋黄酥还是很实惠的。还有这个奶枣，这个是大家无限回购的一个奶枣，这个奶枣也很好吃。Christmas money, we should must stay looking at my feet. 惊呆了，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可以看看其他几个包包吗？可以的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是其中一款，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这个手包的，然后它就可以这样。请把人间极品打在弹幕上。姐。这一款是比较就是柔滑的，比较柔滑的。就是比较的软，是牛，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是皮的。然后这个就很简单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这很简单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感觉就很方便。这个就是比较的就是那种韩版的那种感觉，就那种小包，就比较韩范儿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可以这个理解，你可以怎么样都可以。打不起来。反正这几款包真的都不错，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发了至少有20款包，我们是选了这几款，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或者是觉得还不错的，可以选择一下，这个还是真的很可以的。口罩 M 的男生会不会小？会，如果你特别脸小的话不会，但是我就戴 M 的，你戴 L 的会好一点，对吧？对。他练完了，我就给镜头转了。什么？我一直就是这样看着我呢，就一直是照着我。真的，你问大家。顺便练一下臀部。哎，三号吧，我看一眼啊。23号的包就是这个，这个里面还送了一个这个手包，这个手包就平时可以拿着用。23号的包就是这个。